那接下来小明姐你再点一个，从女孩这边了，你想看哪一位？我想看，当然是想看小薰。哦，哇，太多选择，看会选哪一个。小薰的话，小江，以你对女孩的了解，她会选谁？对，她应该会选小玉这一种的。哦，有可能是王子。王子，因为他们在去年《黑糖群侠传》的时候，就是那种亲嘴的那种戏太多，感情戏非常多。他想要刷取继续下去，刷取继续下去。我要爆一个料，我要爆一个料，因为前几天我在公司，然后因为我就是背对着在跟那个毛弟在聊天，然后他就刚好来找王子，然后他从背后就这样跟我说：“我来了。”东西你来了干嘛这样跟我讲话？我就转过去，他说啊是大牙，我以为是王子。你太 man 了是不是？太 man 的关系。化妆发型是还蛮像。对，然后他说我来了，他重点是他在我旁边，耳边在背后。好恶哦！哎呀，惨了你们，太不检点的啦。好，小心。东西好多。直接亮出你的答案板，你到底选择的是哪一位男孩？三二。完了！我来了！我们一起来说，我来了！我来了！好乖！来，为什么会是他？就觉得他比男朋友有 man 的那种成熟，对对对，有成熟的感觉，就是有点大哥哥一样。他大哥哥。对，就是比较大哥哥，对，比较懂得怎么去照顾女孩子。可是以前的话就没有。荣家觉得不单纯哦。我觉得有问题，小薰的眼神整个都变了，他眼神是爱心，对啊，对，还有弯月的感觉，对，哇哦，哇哦，王子的答案我们要来看一下，我要哭了，我觉得他一定不会选我，我觉得我刚刚其实有三个人选，但是，就是有三个人在选，就是小薰、丫头跟鬼鬼，哇，好多情哦，好，王子的到底是谁呢？三、二、一。请看，快点，快点，到底多情的王子写的会是谁令全场尖叫的？温馨兼动情，欢喜暧昧不单纯。哇，超恶心的啦！超恶心的，为什么？超恶心的，他好像会带玉兔回家。真的。究竟阿良和玉兔有什么奸情？广告回来就知道了啊！好，王子的到底是谁呢？三、二、一，请看，快点，快点。因为我觉得，可能是最近有表演吧。我们过年特别节目表演是分配在同一组，我觉得鬼鬼应该恨我吧，鬼鬼落泪了啦。鬼鬼好像很 care。我也喊了，我刚喊哭了。完了，怎么办？鬼鬼。我们去年都生小孩，然后你今年居然外遇，鼻音，他鼻音了。怎么讲？强颜欢笑的没关系。所以鬼鬼为什么被淘汰？因为他跟炎亚纶啊。哦。在先的，鬼鬼，那你写谁？我可以看一下吗？好，王，我先看一下，偷偷看一下，那我们可以吗？炎亚纶，哎，他也不选你啦。没有，你们臭美，他不会选你的啦。好，准备第一题来问一下，请问小薰他最不喜欢黑社会的哪一个妹妹？哦。哇，这个厉害！你要可以缩小范围，要写现场的吗？现场一定要现场，等下拉看一遍，你看一下。你让我看，他最会吃醋的。都写好了，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对镜头亮出来。鬼鬼，鬼鬼，为什么？因为鬼鬼脸都垮了，他会跟我抢我的王子。啊！我这一次都真的耶，不是做效
效果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没有，就是我有时候我要跟他练习啊，然后我没有认真，他就说好啊，你都心里只想鬼鬼啊，对，就去找鬼鬼就好了。对，然后比如说我还买饮料给你们喝哎、欸。然后我们在拍戏的时候，然后比如说要拍一些比较深情的感情戏，他说。你 是跟鬼鬼拍比较有感觉，没有哎，因为他其实里面是挂那只鬼鬼，没有那只鬼鬼比较可爱。你们都走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奇怪哎，鬼鬼还是鬼，他们俩之间现在容不下你。算了算了啦。好，所以一千喽，一千的，一千的。再问一下，接下来如果答错的话就折半了，五百了。请问，王子最喜欢的偶像是谁？要不要限定国内还是？不可以问，不可以。三、二、一，请亮。这个应该不太可能会猜对。哇！哇！怎么可能？余伟伦。不是哦。有浩以前在节目有讲过，对他很喜欢他，他跟我讲过。你有跟他讲过吗？我在节目上讲，我没有特别跟他讲。注意耶，对呀、啊，就这个提到我都会知道。好，两千元，两千元，来背对背，来再。哇，两千元了，好可怕哦！再来下一题，下一题。请问小薰的体重是多少？哇！哇哇哇哇哇这个知道的话就是算亲密好友。哎呦喂、啊！六啦，六啦。好的，哇，这个厉害哦。我跟你讲。好，亮出来，三、二、一，五十，五十，三千元，接近，趁机接近，让，我纠察队，趁机想搂人家，我真的不知道哎，哥，太夸张了，现在三千元了，小心狂欢，太准备了啦，哦，注意注意，第四题，请问。王子的初恋是几岁？哇哇，自己好像也不太清楚。初恋了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亮出答案本。一个写十六，一个写十八。你那么早啊？我都不知道，为什么没有跟我讲？他怎么骗我？奖金1500元。今天运气也太好了，最后不要了，不要太热情了哈。